你终于回来了。嘿，最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些年你们都还好吗？这个世界上呢，分成两种人，成功的人和失败的人。杜雅修，像这种人，我是绝对不能跟他有任何关系的。副班长，那就麻烦你把这张考卷交给杜雅修同学了。反正这个18分的考卷我已经送到了，学校呢，你爱取不去，随便你。再见。 不是，再也不见！你等一下，你干嘛？不高兴。这种讨厌鬼啊，就应该被全班同学唾弃。你们可以继续讨厌我，没关系，我会尊重你们，但是我是不会轻易被你们打倒的。让我们加油吧！ 到手就会怀孕了。真的有什么东西是永远都不会失去的吗？